长江后浪推前浪，古法养生一起浪。本节目由古法养生潮牌古力多大气冠名播出。有枸杞更好一点，听相声更乐一点。感谢哎，有枸杞更好一点的湘潭铺子枸杞槟榔联合赞助播出。答应我，9月19日一定要来蘑菇街。主播调好上新款，工厂职工更划算。乐在有度，乐见更好。本节目由1亿用户的信赖之选分期乐 APP 行业赞助播出。人文科技豪华 SUV 沃尔沃 XC60 一路守护安全出行。燕京优巴小度酒大滋味。本节目由好喝不上头的燕京优巴畅快助兴。本节目由坐不住的年轻人斯凯奇品牌指定赞助播出。这回啊，咱们就来说一说德云社那些不能说的小秘密。这回岳云鹏啊，他就巧借这个团建之旅，让师兄弟儿每人把这个自个儿心里最扎心的词儿都写下来。那位问他要干嘛呀？嘿，他呀要让德云社内没有不能说，这师兄弟儿之间没有小秘密。打开腾讯视频 APP， 首页搜索德云逗笑社，更多新鲜视频独家花絮等你来看。每天一瓶古力多，养颜蓄力我看妥。每天一瓶古力多，养生相声多欢乐。天生丽质难自弃，古法养生万人迷。古力多邀请您观看德云逗笑社。啦啦啦啦啦啦！我坐哪儿？我坐这儿吧。南京德云社，好怀念。我上次在这演出是多少年前？忘了。您应该是2014年左右了吧？不能，要不就是2013，不能，还得往后。您好像没怎么来过吗？一期吧。好，不聊这个。哦，好嘞。那个，来人，有请第一位师叔。Hello， 老朋友，老同学。今天哥哥带你们去团建，就是去玩去。就是玩呗。对，哥哥帮你们准备了很多的项目，但是呢。去之前要有一个小游戏玩啊，就是写一个你最讨厌的词儿。最讨厌的词儿？对，就别人一问到你，或者是别人聊天的时候提到这个词儿，你会觉得很难受，心里咯噔一下子，就那种。你写的劲爆一点。是写这儿吗？对，长得显老算吗？长得显老、你多大？26啊？40几吧。看我们师兄弟这字儿一个个的啊，写什么？哎，来，撅这儿。撅这儿。撅，把屁股对过来。那不行，屁股对屁股不好看。滚！你看到了他写的了吗？大哥也没看着，我没看着，真的没看着。行，我相信他。行，我不捣乱，我实在没看着。别跟他们说你写的什么啊！哦。有请下一位师叔或师大爷。聊会天。你跟我聊天，我感觉就没什么好事儿似的。你觉得自己粉丝多吗？不多。不多。对，不多。
比如说秦霄贤拥有10个粉丝，你觉得你拥有几个？2个。那你高估自己了。就是我觉得我在秦霄贤面前就拥有就2个。因为我并没有觉得跟你的实力差太多。并没有跟我的实力。你走，你走，我不想走。导演，我讨厌他，你走。我就在这聊一会儿。其实我觉得你挺综艺的呀、啊，兄弟。之前那几期怎么总是差点就被淘汰，总是垫底呢？岁数大了，我没发现现在观众都喜欢年轻的。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要向烧饼学习。烧饼在这个节目里，他总是那种不要脸的劲儿拿捏得死死的。我觉得。但是烧饼也是年轻。他不年轻了。他90后。90后。但是他没有流量啊，这倒是真的。来，这样，兄弟，写一个你最讨厌的词儿，好吗？好、啊。形容我这几期在节目当中的遭遇，就用一个字来形容，特别恰当。好、啊。情。惨字怎么写？那边怎么写？餐。哦，一个餐架的餐是吧？漂亮，我觉得你今天会赢，千万不要被别人发现。好啊，握手吧。喊下一个。你一直在这儿呢。你知道我谁呀、啊？废话。你把摄像机给我试。我就看着一张。我就看着一张鹤伦的惨，这期惨了，今天太惨了，真的太惨，不断的说这个词儿，吓死你，太惨了，惨死了，张鹤伦。来，你写一个，这里没有埋伏别人的，不是流程不用走了吧？不用了啊，好，我都知道了。一路。会吗？录了吗？录了。行，你就绷着别掉地上就行。为什么讨厌别人说这个呢？不是，因为我闻了半永久。漂亮，现在你真的你越来越会了。我会超过你吗，哥？会的，会的，真的。咱俩今天结盟。行，干他们。太过瘾了。来，有请下一位师叔。嘿，阿炳。哎，这是啥情况？今天带你们去团建去玩去。哦，咱们是旅游。我看你的面相，你下期会拿第一。哟。真太好，谢谢您，谢谢您。玉器啊，这对词儿，最讨厌的词儿，最讨厌的词儿。嗯啊，行。哎呦喂，兄弟，这比较，实话实说，这挺扎我心的。不好看就扎你心，你是觉得自己好看吗？就是起码来说，我不希望别人说我不好看。我可以是那个，就是我可以是那不好看的，但是你别说。对，就是你别说我啊。就我确实有点明白了，就我穷，你别说我穷。我不能说人家我不能说人家不好看，我应该觉得每个人都有好看的一个点。嗯，啊，还有说你的点可能在心里。坚持上面，我的天，可乐酱，冲镜头正经笑一个，
把一个你认为好看的姿势冲镜头。就是平常就随意一个眼神就觉得很帅了，已经。好嘞，好嘞，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你也很好看。我知道，我知道。就是我觉得大家伙都好看，但你不能说我不好看。行了行了，没事。不好看，你就是不好看。那你也不好看。咱俩有必要互相 diss 对方吗？可以可以。我说 beef 了，咱俩有 beef 了，我跟你说。怎么样？过瘾不过瘾？他就是不好看。你回去吧。我跟他去。结束。太贵了。哎，这大鸡是谁呢？有请下一位师叔。来，兄弟。岳哥。哎呦，还挺阳光，还挺朝气，坐。坐这儿吧。你最讨厌的词儿。我最讨厌的。对。我最讨厌富二代。哟。真的。真的。我真的特别讨厌富二代。打心眼里讨厌这个富二代。对。你爸爸是真的很有钱吗？还是怎么样？就还好吧。还好。还好。就家里具体是做什么生意的？这我确实是想。酒店。五星级酒店还是什么？就正常三星四星，准备开一个五星。啊。很多吗酒店？我还北京、大连、辽阳、深圳、上海。那你为什么讨厌富二代呢？我觉得有这么多酒店肯定是富二代啊。对，就是我觉得挣钱嘛，挣钱自己挣，自己挣自己花。对，就跟家里还可以孝敬老人。对，对不对？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特别讨厌富二代这个词，而且眼睁睁现在也挣钱了，也能养家。对，对不对？好吧，挺好，挺真诚的。希望你有一天摆脱这个词儿，好吧？好。好了，兄弟。希望你越来越好。谢谢月了，谢谢月了。下一个，有一个问题，某一个词儿是扎到你的心，你要把这个词儿啊写出来，讨厌别人说你这个是吧？对，是真的臭。不是，那都之前了，那会儿十七八，那会儿青春期。就扎我心的词儿，谁也别逗着玩儿啊，或者正事儿啊，说我走了，我不干了，这个词儿是可以说是后台很忌讳的。好，来写一个你最讨厌的词儿，交换声，交换声，对他们说我是二人转的交换声，就老说，说完了能给我弄回去了怎么整？想不想回去呢？不太想回去。哥。哥，杨九郎，我们的师兄弟啊，非常的帅，舞台的功底非常的棒。好了，咱们不废话了啊，也没得夸了，也没得夸了。那个现在是这样，让你写一个你认为你不爱听的词儿，就扎你心的词儿。有的时候呢，别人一提你可能一笑而过，但是你心里呢会咯噔一下。写下来。好。好，讨厌这个词儿吗？就扎心，真的。真的。其实有啊哥，但您是没扎过呀哥，因为这个。我小扎。小扎。小扎不过瘾，喝完了。投进去啊。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你写的是什么。您也别跟别人说。你放心，我这就说。好嘞，那回去吧，拜拜拜拜，喊下一位，下一位，爷们儿，大爷，哎，怎么着？今天咱们玩一个小游戏，大爷。嘿，好吧，很刺激，来。哎呀，老综艺。这个，您认为您比较不爱听的一个词，戏子。哎呦。旧社会对演员的蔑称，是的，什么无情，什么无义，对对对，
不舒服，不舒服。通过这期节目啊，大爷，可能你把这个词儿又提起来了。这个不是我提，我只是普及一下。得嘞，那您辛苦大爷。得嘞，咱们一会儿去玩啊，大爷。啊，嗯，哎，好。这屋还是很亲切的，很亲切。哎呀哈，这期节目我想带大家去玩，增进一下感情。你们一直感情都很好，干嘛要再增进一下？更上一层楼，嗯，更好。更好。这句话说得好，嗯，甚是得体。哎，您下一句就不要再说了啊。那好的。那个师傅，您最不爱听的词儿？坏了，不认识了。这叫雅落是吗？那字念俗。啊，雅俗还。嗯。相声的最高境界叫雅俗共赏。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如果单纯是雅的人喜欢，你不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如果只是俗人喜欢，它也未必多合适。这么多年来，不管是行内行外各行业的人，其实对咱们在雅俗方面有很多的评语。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哎，谁要跟我提雅俗两个字，我就会有种莫名其妙的反感。我师傅写的这俩字儿高度他也挺高的，知道吧？今天这个游戏里估计够呛能有人提起这俩字，是吧？嗯，你现在可以把名字改叫月雅俗。那完了，我别改了，我别改。师傅还有一个问题，你还完没完？您今天要多写点。为什么呀？给我们这几个师兄弟呢，每人写两个字或者写一个词啊，说一下我们的缺点。于老师就别写了，这必须得写。于老师那我这写一地都是。岳云鹏的缺点是吧？可以改进的那种。其实现在啊，咱实话实说，你还真是没什么缺点了。哎，嗯，哎呦，我眼泪差点掉下来。嗯，我给你编一个缺点啊。嗯，可以。师傅，你看眼泪差点掉下来。真的呀？真的真的。嗯，就这么多年，我们就骂着过来了，就是突然间就。突然间得到认可了。突然间长大了那种，哇，天哪。嗯。这眼泪那么快掉下来，不是演的、啊，这是什么命？挺感动的，那个感觉。真是现在没有什么大毛病啊！一个郭麒麟，一个岳云鹏，其实我就是没夸过，因为大林也是在我印象里基本没有，没夸过。嗯，多好也得骂。嗯，所以说去年演牛天赐，我到台上去抱了他一下，就哭得不行了。说一个你现在的缺点吧，啊，嗯，饮食不能老吃饺子，注意营养均衡啊。好嘞，嗯，酒量其实还行，不要那么唯唯诺诺，唯唯诺诺哈不好。张鹤伦是不能再胖了，他是不能再瘦了，因为我外甥来。嗯，还有吗？行了，今天都设计的怎么个玩法？我要带他们去划船，带他们去漂流，带他们去足球，反正很多。我跟你大爷，我们俩也漂流是吧？漂流漂流，一边漂流一边踢足球。哎，对，得了，那我们咱们走啊，出发，走，出发了，走走，玩去了。这回说这团建这个，我乐了，咱们也没团建过。他、啊、说怎么着，咱们这把这个搞成团建了，这回看看岳云鹏啊有什么幺蛾子。是，哎，他这里边他肯定有事儿啊，单个叫出去，对对，说事儿弄得还挺神秘啊，还都不与互相串供。对，你别看他没念过什么书啊，懂得不少科学知识。安排的真棒，沃尔沃的 XC60，这车又安全又有气派，开着还特别的轻松，坐得特别的舒服，真是享受啊！怎么样，感觉棒棒的？兄弟们，你们知道团建的精髓是什么吗？就是走到哪儿拍到哪儿。我们现在出发了啊！咱这样，一会儿啊各自发一个微博，到时候看谁的转评赞最多，关键的时候可以救他一命。来，微博发起来。这什么意思？这是，就是
是说咱们得发一个微博是吧？嗯。要发微博啦！发完妞，发完妞。那个，支持我，支持老秦，支持老秦的也都能支持我，哎，好吧。我谢谢转评赞，我们两个人。哟，人家吧，你看人家还是机灵，王九龙录一视频，人这都是机灵的地儿啊。看来咱们这次到了，下车了。哦，走一块儿，辛苦师傅了。这么热，我们上去。走。哎呀，哥哥都有装备。哎，什么意思？哎，哎，不是，这是什么意思？怎么上来就跟不是是每个都跟着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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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怎么了？哟，这怎么意思？这我拿着水枪呢。他跟上咱们了。哦，没事，我也有武器。掏出来吧。走走走。再跟人似的。噔噔噔。哎，古力多是吧？古力古力，带的干粮和水给咱拿的。好嘞，古力古力，我背你啊。小谷小谷，辛苦辛苦了辛苦了，太热了，赶紧回下班下班。小谷再见。找个地方歇会儿，快去快去。你去找大谷去吧啊。好嘞，我们进屋了啊。好，那还拉手吗？别拉了，有点热。拉，有点热。来，兄弟们！哇，泳池哎，好像泳池来一圈。哥，我错了。好凉爽，好凉快。坐。天堂，这就是天堂。我要煮熟了。兄弟们坐好了啊！啊，让我们热烈欢迎杨九郎补位来。好，今天我带大家来这儿，主要是为了团建，鼓舞大家的精神，是不是？让咱们德云社更好起来。大家跟我一起念，念，滚！咱们确实需要团建了。来啊，德云文化，德云文化，快乐生活，快乐生活。我做了一个 PPT， 大家看一眼，来。德云逗笑社团建之旅，好，真好。哎，来翻译，德云社现在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咱们每个人说一个吧，好吧？哎，好，从那边开始吧。啊、哎呦喂，我怎么第一个啊？补位先说，咱们德云社现在存在哪些问题？对，演员跟演员，演员跟粉丝，演员跟领导都可以说，都可以说。我觉得真的，咱们就是，拿您来说吧，哥。啊，我觉得您问题就不少。哎，哥，真的，没事，我不打。真的，哥，我觉得您工作起来就不注意休息。等我。行，真的，哥，真的，以后您要是再不按时吃饭，我就都吃了，好吧？啊，哥，真的。小梁，我今儿您不要再瘦了，最近瘦得太快。你老说他干什么？咱说德云社问题，对不对？啊、是不是，哥？啊，你就是德云社最大的问题，你。干嘛呢？看我干嘛呢？我看你组织的不是很好。你来，我才不愿干这活儿。哎，这个啊，来，咱们注意听讲。如果说在德云社，能不能不跟上课似的？您有脱口秀的底子，真的，兵哥。谢谢大家，我是烧饼。就是大家伙觉得自己在德云社一年挣多少年薪是你们的心理这个价位。
这问题太尖锐，主要没人敢回答。我们怎么敢说？这个三块，我想给郭老师省点钱。哎哎，九良呢？那就我向副总看齐，我也三块钱，挣多少钱都行，反正我也算不明白。反正都行都行。你们要都这样，可十发了哈。那我分他一半吧，我谢孟哥。行，我分你一半吧。一千，你太惨了。一千。好，竞技词游戏触发启动。张鹤伦的黑人执法。就这么惩罚我？对，等会儿。好，还是热。哎，别马劲啊！还是热水。这怎么意思？谁说话？老秦说的。我说你说什么了？我说啥了？漂亮！你太惨了。一千。下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要在德云社选择一个部门去工作的话，你会选择在哪个部门？担任领导，有经济部门，经纪人啊，就是当经纪人，还有德云社，就是广告部、宣传部、财务部。来，杨九郎先说，你想在哪个部门？哎，我觉得我想去这广告部。为什么呀？因为广告部肯定会接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什么类似于吃的呀、鼓励多呀、喝的呀，这东西肯定少不了我的。哥，您记着点，我这栾哥啊。好嘞，好嘞，咱们一定要开一个广告部，一定要开广告部。然后还没有广告部，没有广告部，以后你就负责广告部。谢谢哥。哎，小妹，我想干经纪人部。你学的他们不好是吧？我刚。要命吗？这不是啊？每个人都闲。诺曼，你经纪人谁呀？我经纪人不干了。这一定给播出去啊！行了，如果你是经纪人，你看我们这剩下这九个人，你觉得我们各自适合代言什么样的产品？我觉得您适合代言饲料。那你一定要说清楚代言什么饲料。对，就饲料。好吧，行、行，可以。栾哥呢？哎，想好了说啊。他没活。小子，录完了我让你没活。老秦想去什么部门？我觉得我自己特别适合会计。就你那算数水平，你们就踏住了吧。你们所有的工资都我算的就可以了。27+11等于多少？20几？27+11？27+11，27+38。27+38等于多少？27+38？27+8+7。咱们有计算器，对不对呀？对，尽快去做，尽快去，快做吧。我们这点工资全得让你发乱了，踏实了吧你？好了，还有什么问题？下一个问题，如果说德云社是一个福利机构的话，咱们可以就是想大家在这儿已经待了那么长时间了，是吧？想要点什么福利是？对，比如说就是觉得单位能发的，啊，基本上就是你可以张嘴说跟师傅要一个什么，缺个表啊，是吧？师傅给配辆车呀，哎，给配个房啊，要个什么油卡呀，什么话费卡，这都算。咱们让最年轻的谢小贤同志来，啊，我先来啊。啊。我说实话，我想配个什么呀？配个另一半吧。哟，这是少男思春了，我们这个啊。哎呦，我以为你想要个脑子呢。老秦想让单位给弄个配偶是吗？对，介绍个女朋友。对啊，那帮编导们眼都绿了，一说这个问题。哎，老秦不跟他说，不跟他们说。好，不说了。哎，对了，嘿嘿，你看那个一个个的那个眼神，那个期待的眼神，他们乐得好开心啊，他们乐的。对啊，稍微说两句。啊哟，他们拦不过来，我的
你岳哥那意思就是看他们要是不合适，我们从家里头给你盖楼盖楼。我妹其实也行，你知道吧？你妹啊，你妹吧，我见过你，你坐那儿跟饼哥长一模一样，跟饼哥长一模一样。哎呀，不，你心里的除了高圆圆到底是什么样？就是高圆圆那样。你就别想了，你别这么执着。哪怕高圆圆愿意，赵又廷也不愿意啊，是吧？不是，我是按照那个形象找。啊，对，你别找高圆圆啊。那不能，那不能，那不能。就高圆圆那样的是吧？对，是个儿还是模样还是眼睛还是？感觉，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如果相似度百分之多少，你能接受？100%，那就是他，那就是他，六七十吧，60-70%就能接受，六七十，六七十岁的高圆圆，不要这么说他，请大家帮忙 P 个图，好吧，做个图，像高圆圆60-70%就可以，岳云鹏就可以，像高圆圆60-10%的岳云鹏就符合秦霄贤的要求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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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一个配偶是吧？你来吧，强子，我呀，福利呀。我现在最想要咱们单位这福利，就是这咱们到德云华福做大褂能免费。哎呦，这好，这难了啊！这德云华福现在就指着咱养活呢，你再不花钱，哎，我还就是不想，因为就每年这大褂的挑费就不少。不是，你先等一会儿，你大褂是你自己花钱做是吗？对呀、啊，你看你啊，对呀、啊，你们都不是是吗？不是，这是孟哥给我做，对，我都是我花钱给他做呀。我跟孙老师做大褂都是我掏钱。你知道吗？是吧？都是我掏钱花，他那大伙多费布料啊，是特别贵。就你一个人自己花钱，你一个人养活了德云华福，你想你再免费，德云华福还干不干了？行，就是做华福能不能免费？对对，不管谁掏钱吧，不管谁掏钱，咱能免费做大褂，我觉得就行。哎，好不好？啊，嗯，好。行了吧，这也就该问的都没了。好嘞，现在我们要互相的加油打气。好，创立一个口号，好不好？好，好，饼，慢慢，一个会说，一个会跳，你们设计一下，好吧？好，咱要不给大伙演示演示，打个样，行吗？行，得有点气势吧，是吧？对，嗨，从那边走不得了。来，罗一鸣，执法。说啥了呀？他我都没说话，你们说了。咱俩说啥了？执法，口号。凝结凝聚力，赶紧来口号吧！啊，来那个，这就是那个德云德云我最强，德云德云我最棒，师傅师傅郭德纲，云鹤九霄创辉煌。行，那动作就是1、2、3，德云德云我最强，德云德云我最棒，师傅师傅郭德纲，德云鹤九霄创。这怎么还撂跤了？后边这学不上来啊，这学不上来太难了，这摔的这。云鹤九霄创辉煌啊！来了，来。又干了，有，师傅，师傅，带，哎，不是你们这什么什么什么，干嘛呢？这是喊一口号，来一遍齐的，来，一块来，我哪会啊？来，什么动作呀？1、2、3，德云我最强，德云德云我最棒，行了，来，跟你一块来，来啊，一齐。1、2、3，德云德云我最强，德云德云我最棒，师傅师傅郭德纲，赢了就想创辉煌，创辉煌。词儿背不下来没关系，板改了。这倒是不难啊。行，挺好，我看你们恢复的都不错，还都。不能老玩这个，还有什么呀？还有，哎。今天上午我们每个人写了一个禁忌词，就是自己不想听到的那个词啊。然后呢，每个人抽一个，如果别人说到这个词，可能会受到惩罚。什么惩罚？嗯，呲你，滋。哦，哎，每人随机抽取一张禁忌词，每当其队员说出词卡中的禁忌词，抽到词卡和写词卡的人都会遭到水枪滋身惩罚。那我的词让大爷说了，那是滋，我是滋大爷呀，滋你，哦，永远不会滋大爷，因为你长得不好看。
因为你长得不好看，你太过分了。是什么？哎，饼，你写的是什么呀？因为我长得是吗？对，救不了了，哥。原来是这个规矩啊。那你们来吧。好嘞，好嘞。各位老师抽到姓冯的词儿，千万别被别人看见了。你一个，我一个。好，大家都写完了，也抽到自己想抽的那个词了啊！游戏开始吧。不好看。不好看。饼哥，我恨你。我当时一看不好看，我心都凉了。再来一下，张鹤伦太惨了，太惨了，张鹤伦太惨了，你这狗太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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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来就这样啊，太惨了，你长得又丑又惨。咱有没有淋浴啊？哎，张鹤伦，走走走，咱俩走走走走走走，来来来来，哥哥哥。来，咱俩，走走走，快跟着他，跟着他，我要知道没有好事。来，我为什么会抽到不好看？肯定不好看啊！就是因为你不好看，所以说你太刺我，太刺我。哎，站起来，信不信？张哥，你不好看。好了，刚才大家玩得很开心，太开心了，太开心了。然后呢，室外太热了，咱们玩室内，玩这个吧，好吧。我们来玩这个新的游戏，叫做足球，就是把脑袋伸出来，两两对决，你往这边吹，他往那边吹，三分钟之内看谁吹的进球多，好不好？窦文的这边，孔明的这边，好吧？这窦文有点不均匀了。那我来这边，有没有哪两位先来的？你们选儿，来直接上啊！好嘞。好，预备，开始。来，好，栾云平气力非常的猛，上球击，还发出了一口大大的口气。开始，哎，好，栾云平要造成一个乌龙球，他在往自己的门里吹。哎，你稍微别吹了。好，已经进入了一个僵局。他们球已经进入死角了。我裁判给罚一下吧。对对对，来角球吧，好不好？好吧。哎呦，吊球，吊球，好，来给中路我们还传球，我们还传球都快，走，好，哎呦呦，俩人磕头了，好，周志良气力很足，你别看他弹三前，这是嘴也还好，挺好使，你看了吗？防守！前腰前开始跳这个新疆舞啊！阿秃，阿秃！哎哇哇！一记凌空射门，好吧，不美，从这兜就过去了。阿秃，阿秃！豌豆射手。场上比分1-0，哎，上球期开始也开始丢球了。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一脚怒射，打高了，打高了，射得非常的漂亮，但是高于球，高于球门。别射反了啊！哎呦！走！漂亮！头球！刚才栾队一个头球摆渡啊，将球顶进了球门。就可以了，大哥！这可是真棒！谁的？谁的？2-0。哎，这头球真棒，头球真棒！哎呦，在家我练多少日子？哎呀，这吹牛逼！
小妹儿可以。行行，好。我跟小月一块儿。好，来，咱得给逗哏队争回来。预备，开始。好了，已经发球了，走你。第一十二秒，这是跟周九良有异曲同工之妙。打下一个，看了，又来一个。哎，岳哥，岳哥，你躲着点，干嘛呢？你抠我屁眼干嘛？咱们赌字儿，好，好。岳云鹏的脖子不够长。好。嘿，小青脑夫，啊，依然吊起了小球。吊射破门，好了，现在比分变成了2-1，真是吊球，吊射啊！有个。岳哥来了啊！他来了，一边走走。哦，声音很大，但是这个球没有什么质量。喊那么大声干什么？哎，好了，孟哥叼起了球。你别打我！酝酿一下，别着急，找一个好的角度，好，现在快点了啊！还有时间，朋友们，还有36秒，预备开球！进球啊！准备了，绝杀！连中三元，孟哥帽子戏法，太棒！没有时间了。好，时间到，斗神队胜利！好，时间到。就是这个踢球这个不错啊，我没想到小莫他们嘴劲这么棒，这个孩子这个嘴这是上过化肥啊，太棒了啊，臭，挺好啊，开心吗？开心。那接下来你们要干嘛了？我们玩室外的项目叫做漂流。哎呦，这个漂流那么刺激啊。接下来漂流我跟你大爷去吗？我们就不去了吧。您不去了，那孩子们玩呗。啊，行，那万一船扣过来，我翻不过来也是。那我跟你谦大爷留在这儿吧，好吧？好，留在这儿，我们归着，收拾屋子，待会儿给你们那个送东西，看望你们去，好不好？今天你们对岳云鹏的表现满意吗？满意，很好。好，一般。你看，有人说不满意啊，不管你们满意不满意啊，我现在宣布，岳云鹏在现在就是你们当中最大的一个领导了。接下来。岳云鹏被任命为亚太地区总漂流官，高手，好吧，岳小漂，哎，反正就是这意思了啊。天也不早了，你们要再不去，一会儿人家漂流那河那儿就干了，就放水了，就没水了啊。好嘞，赶紧出发吧，好吧。太开心了，哥，咱马上漂流去了。等咱有钱了啊，我带哥几个天天漂流去。我说九溪呀，别有点钱呀、就飘。年轻人每一分钱花的要刚刚好，要有度。这也是分期乐倡导的消费观。哎，你在分期乐上给师傅买点东西，师傅也高兴啊。哎，这话师傅也爱听，金主也爱听。这我就上分期乐，看看去。九良，上车。我这是人生当中可能第一次这么惊险的漂流。我之前漂过流，但凡要是能干好了，他就不说相声了。稍微是专业漂流的哈，我特意报班学来着呀。你还考级了，听说是吧？有，专门有这个教练证书。对啊，吹呀，就好放纵。哎呦，我都听见水声了。哎，到了。下方我们先。这都是朕给你打下的江山，你还回去吧。还有这么高，嚯，好家伙的，铁人三项，够高的啊，有点赶上那个于大爷的血压那么高了。北流湍急啊！哎呦喂，这有点意思啊！真的，这水流有点太急了，我太下午漂流了。好嘞。
今天这个团建的第二个项目叫做交流啊，激情漂流，激情漂流。岳云鹏为总漂流官，带领大家团建漂流。漂流共分四级水池，每个水池只有一个出入口，以岳云鹏到达终点为标志。排在岳云鹏后面的第一个人是第一名，超过岳云鹏的没有名次。按照到达终点的顺序，先到者选择搭档。你就是最大那领导，哎，就是得离你最近，对，我们才可以。对，哦，你先走。哦，那行，那我明白了。明白了吧？明白了，明白了。OK。啊。哇，好刺激，好高。玩了吗？OK。你可以走了吗？我不可以走，我等一会儿。想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走。那我们就可以上船了呗。来吧。是拿这个划吗？这干嘛用的呀？哎，已经开始了。撞墙了！我要先走，我这叫什么玩意儿啊？现在，走，走，哇，太疼了！领导是漂流瓶，领导先行，我得让领导先走啊！领导呢？领导，哎，领导，哥，走啊！领导，你倒是走啊！领导走啊！领导快走，好领导。领导你走不走啊？领导你要走啊？领导快走啊？领导先请。那领导看不见。领导看不见。现在没用，我跟你说，现在谁先走谁后走没用的还。你快点，你先走，等你呢。这有多深啊？我想下去。哎，轮，快！我等你呢，咱俩先送他们，一个一个送。领导，咱们这下不下去吧，好不好？哎，我的船呢？对，陪岳哥上船。哎呀妈呀！哎，让岳哥抓去。抓住岳哥。
走了，下去吧你。哎呦，哇！标注了石头。我屁股蛋子直疼。走，再见了，再见了，你回来了，九姐你回来了。哎，你回来，你别走，轮哥，跟不上刘导了，我在下面等你。跟不上刘导，不是你追你哥。船多了不行，船多了不行，咱就走了。啊，好，那我走。换了，一会儿走了。快。好玩，太好玩了！走吧，快，我先走，走，然后我先走。我也不累。有人下去了吗？月哥下去了。除了月哥呢？没有。我跟你说，除了领导下去了，你们都没下去。小月都下去了。为什么饼哥不走啊？为什么不下去啊？咱们赌的嘛，这不就是游戏？你听说过火烧战船吗？
解锁连环听说过吗？岳哥，你让我过去。哎，哎，等会儿，等会儿，等。哎，谁也走不了。哎呦，哎呦。让他打开。你们也是头一回见着这骨传的现象吧？我去，前面开车了，怎么干嘛呢？快走了，前面。同归于尽吧，毁灭吧，毁灭吧，累了。他就是个蒙古人，把我的船撒开，撒开。赶紧有劲儿，他有劲儿了，他太有劲儿了，他太有劲儿了。你撒开吧！发呀！岳哥，岳哥，岳哥，咱俩坐一圈呗，咱俩坐一圈，你坐这儿，我坐这儿，行吗？您不要坐两个。行行行，我抱上去。这岳哥，咱们就赶紧走。岳哥，他人呢？岳哥，他人呢？你告诉我他人呢？哪儿？岳哥，大门，有事吗？你是有问题吗？心里有问题。我给您送警察院了呢，我就找我您干嘛？对，我就在那藏着呢。我已经结束了呢。你岳哥，你上船，咱俩一块下去，双人就那一个小意思。两人不行。你试试，你试试。把这船给我吧。我再来一圈是吗？行，行也行。我再来啊。走，我第二个，我干。跟不上领导了。
汗三多，我没有力气了。这是终点了吧？是到这就算赢了吧？还是说得上岸啊？这还有。那我得是第一，那我得是第一个，他第一个到的，我第二个到的呀。没有反转了吧？他有，我听他的意思有。我要第一个。我想选谁？那个谁，那个杨九郎。您中间坐，我靠，您后边来，我想，我在前面，我在您后边，您最前面。您太生气了。哇，气！走了，啊！哟，还有这戏呢！来来来来来，摸你！摸你！咱终于给这船坐塌了，够狠！黑衣人，救救我！现在划船也不好讲啊！欢迎坐到石宇老师。各位辛苦，哎，各位辛苦，各位辛苦，各位辛苦啊！又能看见你们，很高兴啊！啊，那个总漂流官到哪里去了？啊，我愣没看见呢啊！恭喜我们的总漂流官啊，在今天的任务完成中表现非常的出色。这个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今天第一应该给总漂流官岳云鹏。应该啊，真的啊，那个总漂流官。刚才这一路之上谁表现不错呀？表现都挺好的。他那个张浩伦是挺拼的，他是从那儿走进来的。哎呦，他没有船，拼了，真的拼了。你船呢？好像被我骗走了。对，总漂流官怎么能干这个事儿啊？太棒了！刚才既然承认了小月了，小月是总漂流官是第一，那么在他之后，其实紧挨着岳云鹏的谁？是张鹤伦。哦，然后是王九龙。上九溪啊，周九良啊，然后是老秦、小饼啊，太棒了！哎呀，坏了！哎，九郎、孟鹤堂，李旭，我又最后一个了。恭喜我们的栾云平，我们待会儿啊是按照排名的顺序来挑选搭档，谁靠前谁就可以先选搭档。明白了吧？明白了。哎，所以说挨着这个岳云鹏的最近的是谁？刚才说张鹤伦，太棒啊！说实在的，努力总会有结果的。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啊，挨着岳云鹏最近的人，在实际排名的时候，我们会排在最后一个。看着他，看着他，看着他，看着他。我就说吧，不抢第一就抢第一。刚才这贺伦之后是谁啊？我啊，是王九龙啊，那就是王九龙可以优先挑选搭档。真的是他呀？对呀，还等什么呀？那我呢？你别着急，总会有你挑船的。我选秦霄贤。哦，秦霄贤啊，被王九龙选中了，恭喜你们结成新的搭档。好，九溪可以挑选了。行吧。啊，挑选九郎是吧？好极了，九良，你挑选谁？没跟过饼子。好的，那就周九良、烧饼、孟鹤堂。孟鹤堂跟烧饼，我选他。别行，我们仨人来，仨人的，仨人呗，仨人也可以啊。那我也太惨了。别着急，孩子，惨的还有你呢。我熏熏呀。啊，那我选栾哥。
定定稿了，我必须得有一个，我已经不争不抢的人了，得给我一逗哏的了。行，那就孟鹤堂、栾云平，好吗？那么最后我们今天的，哎，哪儿去了那人？我说你得回来，孩子，还有最后一口气儿。张鹤伦，你挑选的是谁呢？好像没有人可以挑选了。哥哥，要不咱和九郎咱仨使一个吧，行吗？咱是群口相声吧。行。好吧，那就恭喜你们了，使个群口相声好吗？好，好，各位辛苦，赶快上来不？擦了不？哎呦，我这个兜子。来吃饭吧啊！早晨起来啊，在南京德云社呀，人家让我写东西，岳云鹏递给我纸跟笔。头一个呢，杨九郎的。杨九郎这叫俩字儿，减肥。哎，杨九郎哪年来的来着？我是09年入学，是吧？坐那儿吃。哎，他这个杨九郎这个名字是栾云平给起的，我印象很深。啊。记得吗？记得，在天桥德云社的后台，那会儿比现在好看。哎，他脸大呀，趁着这小眼睛一线天，观众也很爱。这一半年也不怎么着，非要减肥了哈。这个减肥之后，你觉得有什么好处吗？说实话，也没减肥时候，就是锻炼来着，自己瘦下来了。那就好啊，别向小饼跟郭麒麟他们学啊。哎，啊，再有一个呢，这个减完之后怕台上没包袱啊。你大爷理解这个、啊、哎，对，嗯，是不是啊？啊，行，就是锻炼身体还是应该的啊。嗯、谢谢师傅，得嘞，嗯。接下来有个叫周九良的人在不在？师傅，嘿，你站起来这个状态特别符合我对你的要求，我给他写了俩字儿，气质啊。你们大伙儿看看他这个气质，你看，你需要喝点气质胃痛冲剂了，你、啊。再提升一下。好的。有点上品。当然了，你的风格就是不上品啊！哎，嗯，我也不能难为你，好不好？谢谢师傅，快坐下吧，剑气浪荡的。哎，我会保持住的。接下来是尚九锡啊，胆量。嗯，尚九锡来的比他们都晚，所以有的时候人呢就很容易在同一个环境里边，他会觉得我资历晚，我可能台上没有他们好，我方方面面，他会不自觉的有一点害怕也好啊，什么胆怯也好吧，是吧？大可不必。啊，除了我跟你大爷，剩下这都是师兄弟，都跟亲哥们是一样的，啊，挺好的。而且你多才多艺，对吧？你最起码现在来说，在你师娘这儿一提你，你是大红人啊，啊，因为你师娘跟他一交流，各种包啊，上哪儿买东西啊，他头头是道啊，就是他教会了你师娘花这么些钱你。啊，不错了，师傅，我给你捡回来。哎，后边不至于，不至于，没人了，发泄完就完了，没事。好嘞，好嘞，嗯。现在快坐那去吧啊！还有最后一张啊，王九龙，王九龙写的是搭档，哦，哎，心里明镜似的啊啊啊，搭档，明镜。第六，他的搭档叫张九龄，啊，俩人都是最小的时候他就来了，这么些年来在一块儿挺好，也挺腻乎啊。希望俩人好好的，因为现在呀刚刚有一些知名度，为什么说搭档呢？你们俩人是一个人，他有毛病就是你有毛病，你好了就是他好了，你俩是一回事儿。所以希望你们两个人调整好了心态，所有的说相声呢，只要从没有知名度到有知名度那一天开始，1%的他都会膨胀，因为他是人，人的野心会随着位置的变化不断膨胀，膨胀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以前可能接触不到的一些事情现在都来了，以前在这儿可能谁都骂谁都卷着，突然间到哪儿去都管你叫老师了，人会接受不了的，这是一个病态的过程，稳定住了之后那个前途一片光明，明白了吗？哎，所以说希望你们俩人啊好好的努力。好嘞，听见了吗？好嘞，师傅，就剩我跟于老师那个你名词没说了哈，我先说您先说，我先说吧。好啊啊，那个这个说让我写个词儿，让我写听着比较扎心的词儿，嗯，其实我想了好些，到最后我觉得比较合适的，最后写了一个叫戏子。嗯啊，嗯，因为最近这词儿用的又比较多呗，把这词儿提出来了，嗯，我就觉得这个词儿是对演员的蔑称，觉得是最
最说的最狠的一句话了，骂人骂的最狠的一句话了，对演员来说。之前旧社会的时候，很多人都拿这个来踩过演员。后来新社会以后把这个词儿给取消掉了。我就觉得尤其是咱们相声演员，尤其是咱们这种传统行业，又是民间的，又是街头艺术哈，更容易让人引到这个词儿上来。是，所以引以为戒吧，我是这么个想法。尤其是我听得比较刺耳的这句话，不太愿意让人说。特别理解你大爷说的这个词儿啊。现在有时候自媒体也好，一些个报刊也好，一说这戏子如何如何怎样怎样，确实这不是好听的话。好多人说这话的时候说者无心，但是干这行人听着有意，这不是一个好词汇啊。所以咱们呢更得好好干这行，给这行露脸啊，不能落到人家的话瓣里头啊。你大爷是这个意思。我写的那词儿呢是雅俗，说相声最高境界是雅俗共赏。你不可能台下都是科学院的院士，都是科学家坐在那儿听相声，啊，这也不成世界。庙堂之高，江湖之远，我们是卖艺的，我们是一个服务行业，所以我们没有权利选择顾客，谁来了都是我们的主顾。为什么管观众叫衣食父母呢？咱们指着人家吃饭，拿那个票钱养家糊口，上老小小，所以咱们得尊敬人家。但是这个就很难了，因为每个人的文化水平，他喜欢的不一样。天下没有任何一个演员和一个作品能被所有人都喜欢，那就痴心妄想。花50亿美金拍一电影，我就不喜欢，你也不能枪毙了我。所以说难就难在咱们这儿了，咱们就得做到雅俗共赏。很多时候人们为了贬低相声艺人，就偏偏会说他们这玩很俗。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俗，但是我们是通俗，我们不是庸俗。所以这个东西外行怎么说那是他们的事，咱们心里得有个数。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大家早上发了一个微博，你们还记得吗？记得，记得，记得。截止到目前为止，微博转评赞总数最低的相声搭档今晚将居住帐篷。此次住帐篷的是孟鹤堂、栾云平。好，恭喜两位，谢谢。不是我们就这么就睡帐篷了是吧？多好啊！我从小到大就没住过帐篷。再给留一句好不好？谢谢。今天这个团建我觉得圆满成功，非常好。云鹏不错，策划的这个挺好。这个团建之后呢，我们要有一场演出，就在咱们自己的剧场南京德云社演出啊。我建议就把今天的这些个团建的内容都纳入到明天的相声表演当中去，在舞台上表现出来，并且今天说的扎心的那些个词儿也纳入节目当中来。都记住了吗？记住了。好，待会儿大伙儿好好的创作，期待明天舞台上各位的辉煌。辛苦了。来啊，累这一天了，咱喝点儿。不是，哎哥，咱一会儿还对活呢，这明儿还比赛呢，您又喝。那天我跟于大爷就喝这个酒，燕京优巴小肚酒，噔噔噔噔喝一宿，哎，第二天睡一宿，头一点都不疼，什么事儿没有。哦，口感特别好。那就是适合我这种又爱好喝，然后又怕第二天难受的人呗。对呀、啊，喝点儿吧，喝点儿呗。干一个。就这个是吧？这爬进来一蛇，了个吓死人了。这可不会有野生动物吧？不是，俩人能住得下吗？哎，我们先这儿待会儿吧。嘿，真好。哎呦，真舒服嘿。还真是。我跟你说，这地儿不比里边差，而且咱这挺精力的，我觉得挺好的。里边那空调啊，吹着对人身体不好。我特别喜欢绿植多的地方，就像这种环境，我太享受了，真的。这不是一个惩罚，这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拥抱大自然。咱练瑜伽吧，要不？哎呦！哎呦！你看我眼镜上都着虫子了。你有安雨刷器呀、啊？幽默。咱俩就可以开始先说这个咱今儿这事儿。我为什么觉得不愿意让人说我不好看？因为每个人对美的这个角度它不一样。就我想表达，我也没觉得我多好看，但是没必要说我不好看，一下就把我给否定了。评价一个人好不好？但哥，你确实不好看。哎，我掐死你。
我跟你说，反差最大的人，我告诉你是谁。我你稳，你扶稳，然后快，你下撅过去。不至于，哪个给我下撅过去呀？来说，郭德纲。太平歌词能不能套这个二人转？那不好套。桃叶尖上尖呐，柳叶就遮满了天呐。哎，有二人转的味儿吗？二人转味儿没有，有锅包肉的味儿，是吧？就那就这，对吧？好家伙，还是东北菜。我怎么觉得这钉子要拔出来呀、啊？您给往里摁，呦，呦，坏了，下雨了。但我没求雨啊，你以为我们刚才那瑜伽是求雨的是吗？嗯，我没有啊。坏了，我跟我兄弟是无话不说。那是咱哥俩这关系真是那没得说呀。哎，对对，分享秘密都分享。其实我实话说，这么多年我呀，10岁的时候就谢你，我这就是。行，挺好，觉得挺好，挺好。你回去再转转。嗯。你说明年底下肯定20%是南京人，我觉得60-70%。怎来斯？谁？就是真厉害，南京话、哦，我得想，我得加哪儿？你试试吧，反正我肯定回你这个。谁？怎来斯？谁？没，我琢磨琢磨，到时候可以琢磨你翻吧。那咱就说说活。先说说，这么着一上来，哎呦喂，烫死我了！这什么意思？怎么塌了？怎么了？谁来帮帮我们呢？这蛇这怎么了？这怎么卡？咱也不会这帐篷，咱没支过呀。这关节是怎么卡的呀？这不还塌吗？谁来救救我们？我是德云社向。说有枸杞更好一点。哎，醒醒。湘潭兔子，枸杞槟榔，有枸杞更好一点。时间一大把，他那活呀，真的就是绝对就挺好。又是一次新尝试，我这心里有点没底。我已经好几次底分垫底了，我估计我悬了。这次还得卖个力气，咱台上见吧。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南京德云社。今天来的人真的不少，有现场的粉丝观众，还有我们这边的黑衣人啊。今天我们的后台的演员呢，是不光要把现场的粉丝观众逗乐了，更重要的是把黑衣人小哥哥小姐姐逗乐了，这是他们的目的，要把黑衣人逗乐了。今天都是理性观众，哎，理性的观众，就希望大伙儿都快乐。话不多说，下面请您欣赏第一个节目
德云秘密，表演者秦霄贤、王九龙。小金林吧，哎，相声大会呢，当我们这帮人是干什么的？这帮人，哦，这吓坏了，这是。这么严肃的这帮人啊，没有关系。相声大会呢，打我们这一场算开始了。哎，头一场节目啊，上台来呢，应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啊，有认识我们的，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是、啊，得说一说啊，有自己的名字，都有名字。叫什么名字呢？嗯，秦霄贤呀。啊，行，好尴尬呀。秦霄贤不好逗乐黑衣人，我们也不好逗乐黑衣人。介绍完我了以后呢、嗯、也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哦，再说说我啊，这是我今天的搭档。哎，临时搭档。叫什么名字呀、嗯、叫王九龙。我希望问一下，我什么时候凉凉的，能告诉我一下吗？没有没有没有啊，王九龙很有名气。没名气，对不对？跟您比差太远了。也不行也不行，但拿我们德云社的演员来说呢，那咱其实原来都是传统行业的演员，哎，现在也是啊，也没有像很多现在嗯网络上有这么多人喜欢我火呀啊。但现在呢，由于德云社火起来了，嗯，之后有很多人对于我们有很多的了解啊，都认识了。但是对于我来说啊，其实很多事儿呢，我不希望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呀？这都是我的小秘密啊。还、哎、小秘密，倒霉模样。还小秘密不是什么事儿知道了？不是你乐什么？您说说，您说说怎么了？我不好意思说。不是今天来的一位外人都没有，您说说各位想不想知道？说想。你看他说想，他说说，你看你来吧，想着说吧。那你说呗，没事儿。我你嘀咕什么呀你？你嘀咕什么？你说呀，大大方方说，你怕什么的，对不对？说，那我可说了啊！你说是没是秘密，还秘密？说，我是个富二代。走，还富二代的，还富二代呢？谁不知道您是富二代呀？你怎么是富二代呢？你别嚷嚷了就，你别嚷嚷了就。他怎么不出来了？你为什么是富二代呢？别说了啊啊！你看看，你看看，你富二代呢？你怎么？你别提了啊！不提了。不是您这有点瞎胡闹了。全中国人都知道您是富二代，至于吗？这也不是秘密啊。我是不愿意提起富二代这个词儿。不是，这不挺好？富二代有钱呀，对不对？富二代啊，在我的记忆当中 您说，这是一个贬义词，啃老的意思，啊，有这么说的，对不对？我得靠自己能力去赚钱，对对对，我23岁小伙子啊，我自己个儿有能力，还自己个儿有能力，对不对？哦，那他来说他也有秘密，您别说我的事儿，也别说您的事儿，说点咱们德云社内部的事儿多好啊，各位想知道，是不是？那我还真知道也。哟，真的假的呀？我跟你说一人吗？嗯，谁呀？你扶好了，我一直扶着呢。我怕我说出这名来，给你下撅过去。还给我下撅过？你说谁？你先说谁？能有谁呀？没人。郭德纲。真的。哎呦！郭德。郭德纲的秘密，当然了，哦，还当然了啊，哦，行，我问问吧啊，哎，他有什么秘密啊？你们冲钱，他有什么秘密啊？大家看到的郭德纲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样啊？在我心里，嗯，玉树临风。你能说出一个成语已经很不易了，知道吧？啊，玉树临风，这也是我现查的哦。倜傥，光倜傥啊，风流倜傥，还有风流呢。不是，这得组合到一块儿，风流倜傥，风这也是一个成语，是不是？太对了。但你们看到师傅的样子，嗯，师傅在后台不这样。师傅后台什么样啊？他是一什么样的人呢？那您说说吧。萌呆呆。这都什么词？还萌呆呆？就是说，师傅现在特别爱卖萌，哎，这不叫毛病，这挺好，挺好。他卖萌的是都让我发指，你知道吗？还发指？对。怎么了？前两天给我们开会，
师傅打这个屋里走出来，走到讲台前面，师傅迈着四方步，拿扇，拿把扇子。徒弟们呐，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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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什么味儿啊？这都是徒弟们呐，这怎么了他？他是我爱卖萌吗？徒弟们呐，又来了，我是你们的师傅。师傅老得提醒儿，你看，经过这次团综的录制啊，哦，你们的业务能力都有长进。好，但唯独你，指的谁呀？一指我。嗯，心想坏了，怎么坏了呀？完了啊！每回师傅开会的时候指到我呀，啊，就是骂我。得说说你，你小琴琴，这是要骂你吗？小琴琴，小琴琴，嗯，你这个基本功越来越不扎实了，还得努力。你要回去多听啊，啊，知道了吗？哼，是我知道了。哎呦，我知道了。行了，好了，就这样吧。嗯。再见，还真可爱。再见，你看，师傅就下去走了。下去我们徒弟都得过去送师傅呀，那是应该。所有人都拥过去了啊，走到师傅跟前，师傅到我身边一路过呀，看着我了，一指我，他脸一下就掉下来。又怎么了？一下就严肃，圆乎脸啊，就变圆乎脸了。那不就是圆乎脸吗？那不，师傅那脸也变不方啊。一指我，一比划完，师傅就走了。什么意思呢？当时我都懵了，这对什么暗语呢？这是坏了，坏了，什么就坏了？坏了，完了，完了，完了！怎么完了？不是怎么了？这是我看师傅一比划完这个啊，我这心呢啊，忽悠一下，这脑子嗡一下，这小腿肚子等一下子就转前面来了，都有声儿，您看见了吗？是不是那事儿啊？什么事儿啊？我前两天啊，我偷摸蹦迪去了。哟，你呀，你还是不长记性。我告诉你，你还敢蹦迪呢？师傅不让去呀。不是，我就实在没忍住，我就去了啊。去了吧，完了呢？过去有点太高兴了，我太久没去那儿了啊。是我蹦得高兴，我就有点喝多了。喝了，喝了点酒啊，就上人的舞池那最高台上，我就蹦去了啊，蹦呗，那蹦呗，跳的那个嗨呀，我行了，行了，我蹦高兴了啊，舞也跳了，我就看着啊，有几个小流氓，小流氓啊进来了啊，我觉得他们的走路的姿势，我都觉得可乐，可不是什么样啊。后来我学人走路嘛，您学学，夹个小包啊，有个小包，小包水，走路就状态。您这不该溜的吗？您这不准是这事儿。不是这事儿跟这比划这有什么关系？你看呀，你看呀。我看什么呀？您说，我不跳舞去了吗？跳舞，跳舞，跳舞啊！喝了点酒，喝了点酒，学人该溜子走路吗？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您解释的什么玩意儿？哦，就跳舞，喝了点酒，学该溜达走路。这不是什么呀？不是，那能对吗？那个不是这事儿吗？肯定不是这事儿啊！这事怎么是什么？要我说，不，您啊也甭在这胡琢磨了，听我一句劝，我给你一个建议，有什么事儿直接找师傅，实话实说，实话实讲，师傅不会责怪你的。那肯定是这事儿，对不对？那行，那我跟师傅道歉，直接去吧，上师傅家去啊！啪啪一打门。师傅把门打开了。师傅，我错了。你看看，我再也不敢了。多诚恳呀！那天开完会，你跟我比划的那个，我想明白了。我知道我错了。是，我不应该跳舞。喝酒。是，学人该溜子走路。那都不对。我也不应该五月份的时候投九份简历，面六个试。师傅，我真的知道错了。是，孩子，你别说了。你不说，我都不知道这件事儿。他跑那儿自首了。孩子，你先起来。你怎么了啊？我开会的时候跟你比划什么了？师傅都不记得。师傅您忘了？您走的时候一指我啊，就这个、啊，这什么意思呀？这个你孩子一天到晚你也别瞎想，啊，你也别瞎琢磨。是我最近不是爱卖萌吗？对，那天我跟你比划就这个，我想告诉你啊，我九溜，哦，我走了。没有什么，实在说不出什么来。
可以理解。不是我们不知道要说什么，我们都没弄清楚他们要说什么。什么反应啊？下面是这样的，下面是做了一半一半，嗯，这边有三十多个，三分之一黑衣人，啊，黑衣人，然后嘞，反正就是，这黑衣人就是绑盘是吧？绑盘真绑着，真绑，他也算票吗？算票啊，肯定算呀，坐底下，你知道吗？来，把血都冲上来了，兴奋起来。好，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德云男团》，表演者孟鹤堂、栾云平。哎呦，谢谢您各位啊！掌声，这边怎么不鼓掌、啊？这边，哟，栾哥，要不您躺这儿吧，是吧？别、啊！感谢大伙儿啊！上台来呢，得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啊！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我叫孟鹤堂，有没有掌声无所谓，我也不强求，对不对？对不对？咱能啊？介绍一下这位老师啊，这位老师呢，叫栾云平，就反正就这玩意儿可介绍可不介绍的啊，就这意思。别这么划过去。什么叫划过去？就是您，我介绍您也没有意义，大伙儿都不认识。你瞅那边看您都什么眼神？不是我因为我欠他们点钱，欠钱是追账的来了。对，不是那我们也有名有号的，有名有号，栾云平嘛，不就大家伙都知道吗？你说清楚，一字一字说。栾云平啊，别顺着鼻涕都走了。你开玩笑，就是栾云平。对，栾云平，谢谢你。我其实说实在的，我有中年危机，知道吗？你什么？我中年危机呀、啊！你多大岁数就中年危机呀、啊？我多大岁数我不能中年危机吗？我先危机上不行吗？不是你多大了？我先危上机行不行？你随便危。您那小年轻的一个个都上来，你说我能不着急吗？嗯，对不对？马上你瞅着这碗饭，我都保不住了要。啊，年轻的确实人都出来了，人都出来了。嗯，再一个你说我呀，我觉得。以后我说相声够呛，说相声够呛，不能说相声。你要便便，看怎么理解这句话。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在德云社呢不当演员了，对，但是还留在德云社跟我们抢饭吃。我可不跟你们抢饭啊，不跟你们抢饭，什么挣钱，干什么？经纪人呢？对不对？你以后打算不说相声当经纪人？多新鲜！我们是挣自个儿钱，对，经纪人是挣大伙儿钱。他是看透，谁火挣谁钱，他们会挑人的，对不对？以后我当经纪人，我改造德云社，啊，重新打造一个新的德云社。哎，不是，那您看我还在这待着吗？你总队长，你问我，不是你要那样有发展，我也跟你就上那儿去就完了。你跟我干嘛呀？你抢我这饭呢？我当经纪人，咱别都当经纪人呀，咱俩互相经济。是，我自己就经济自己了。对呀，别我用你经济干嘛呀？我呀，我都给我安排好了，不瞒您说。你怎么安排的？这事儿呢，我也没跟别人说过啊。我也打算呀，不干了。哟，总队长不当了？不是，完全是错了啊！我躲开德云社。德云社就不待了，不干了。对，让我迂回。迂回？我错，怎么个迂回？回明，我迂回，我重新我进这龙子科。您招都招不进来，就这模样，这么大岁数，好家伙，考龙子科，龙子科都得小孩儿，从小孩儿培养。您这好，老们咔嚓眼就穿这身往那一站，人那二位也不要您呢。不是他们得要，他们看着眼熟，他们就过了，您知道吧？是不是？就是您一点活力都没有。我挺欢实的，平时。你欢实吗？真是我挺欢实的。这不是您平时听什么歌啊？
什么叫歌啊？你听歌不听歌？什么叫歌都不知道？你看，我知道，怎么叫歌？我爱听那个传统的京剧。你看完了，你听传统京剧，你现在小姑娘谁懂传统京剧啊？确实是，对不对？那我怎么？你怎么着？你得学学歌，你英文歌什么的，你得往时尚走啊，时尚潮流你带起来呀。英文歌啊，英文歌我倒可以。你啊，还会唱英文歌呢？也叫大师。那我真小瞧您了。你给来一个，你大伙儿练练嗓子。那我可就露露了。你露露怕什么？英怕什么的？英文歌是吧？这来英文歌吗？是英文的是吧？英文歌，英文的啊，怎么样？耳朵还不好使了。英文啊，嗯。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你哄傻子玩呢你？这我妈过生日才唱这个呢。不是你这 Happy birthday to you 是个人都比您唱的好。我这其实还超常发挥呢，就这个你行行了，英文歌你唱，那个中文歌成不成啊？中文歌了，中文歌给大家来一个。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行了行了，你妈怎么老过生日？这是阴历的，他得有的说，不是不你不，哎呀 ，rap 成不成啊 ？rap 也行啊。啊，祝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快快乐乐，你倒乐呀，黑衣人啊！行行了行了，您呐真是，那都丢人现眼吗？这不是？这不你让我丢人现眼的吗？这叫什么玩意儿？你不让我唱吗？不是你唱，你行，你后头得重新培训。后边儿怎么培训？啊不是后边您、啊、以后您得重新培训哦，这唱的不行。确实我也知道，我行，我早就唱了。我跟你再说，你说你要跟我弄，我为什么培养你呀、啊？不是您看啊，您之前也没当过经纪人，我没当过，你也没培养过这个小鲜肉们，是不是？你拿我先练练手，你把我都打造成功了，谁你都能打造成功，我就是那货底子呀。那也成啊，我就那差生啊。不是在于您那是形体也不成啊，形体就这样、啊、这胎里带什么形体怎么不行？你不是人家唱跳选手都是人家跳舞啊，你这跳不了啊。跳舞你我教我呀、啊、这您学的会吗？哥哥我不是那笨蛋呐，笨蛋能爱徒吗？成对不对？我有那脑子呀。我行，你真能学会。可不真的，我给你跳一个，你马上学得上来，没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行吗？今儿我就教栾云平跳回舞，行不行？没问题，没问题，真有意思，不就是这吗？那个音响老师注意了啊，给我放一个 music。停，就这个你学得上来吗？这舞蹈我编的，这舞蹈我编的，这舞蹈您编的？我编的，就这个。我新鲜，我跳比你好，知道不知道？这能学会？没问题，你把桌子给我带。没事。戴姨，您这造型也不行啊。造型？您这造型也不行，您这还半个小时呢，这还。您这穿的太土了。不是，那不是，您跟人学学。看看这位姑娘了吗？就是常来咱们德云社听相声的姑娘，人穿多好看呢！哎，确实不错。你，我都跟人聊过了。嗯，您知道人在哪儿学的吗？哪儿啊？蘑菇街。哦、蘑菇街上边主播人把衣服人都选好了，人又会挑。嚯、哦，是不是？哦。人还说了，人9月19号人不出门了，是不是？不是，为什么不出门了？人说了，蘑菇街9月19号人主播把秋季款的衣服都搭配好了，你跟着学学去逛逛去。我还真得好好学学。哎呦，这真是、啊、我现在已经等不到9月19日了，等不了了，我现在就想跳着。这叫弯过去。对，不我得跳啊。你现在就咱还有别衣服没有了？你那你我给你捯饬什么着。行，你捯饬，你等我会儿啊。这个我其实这玩意儿我也能跳，我从3岁我就跳舞，幼儿园我是舞蹈课代表，那时候兴趣班我妈就给我。我也找不着什么时尚的衣服，你这大褂外边穿这行吗？是你妈的衣服吧？这是，你听着像骂街呢这。我就是直接穿了啊，您套上试试。行，图快那就。也行，你把这卡上。有没有点偶像男团？没问题吧？
还是有点像骑马那状态是吧？您还是得先来这个，还是先来哪个？跳舞啊！我来跳舞啊！我来跳舞，我还系扣吗？你看这实在不怎么样，您就别系扣，别系扣了，系扣干嘛呀？哦，行，我来一个，成吗？行，那我就献丑了啊！看您学没学会啊？我是先迈左腿，先迈右腿啊？您先迈这腿啊？行，您先迈这腿、啊。行，好嘞，好嘞，来了啊！哎，音乐老师，准备。哎，行，大哥豁出去了。行，怎么样？音乐停，怎么样？人家你别跳了，别跳，咱就德云男团，你也街边要饭去吧你。完了。我给栾云平一票。嗯，没想到，没什么毛病，没什么毛病。这玩意儿只要明白了就都明白了。对了，那一点不假。你比如说秦霄贤，就是。你们认为他会说相声的，我们知道他还没完全会说相声。你看得出来他是装轻松，嗯，很认真，内心的极为紧张。他表演点什么，他自己都有点害臊。对，但是你看栾云平，他一切都是玩，你让他表演出来，就后边这些东西，他平常在舞台上基本上他不可能演这些东西，每句话都是在玩。你如果在舞台上不是玩，那你永远是在舞台上做卫生、打工。干零活，就跟我唱戏的时候，那老先生讲话，在台上如果你不会偷懒的话，你就不是好演员。对学员来说，要上去从每一刻都要使劲。当你成为演员了，就是随时要想着怎么偷懒。你偷懒了，观众才会觉得不累。你包括他最后这个，他是认真的在胡来。有的演员呢是胡来的胡来。这是个区别，他没有人物基础的胡来，这不成。要用人来拿着活，而不是要让相声拿住了你。真不笑啊，这黑衣人。哎、不是黑衣人，就是平常这年的乐不乐呀？他们倒是乐，你黑衣人不乐呀？嗯。下面请您欣赏相声《亲兄热弟》，表演者烧饼周九良。这个节目一场接一场，嗯，这回呢就算轮到我们哥俩给您表演了。我们俩有些日子呀没在这个舞台给各位听户们表演了，有年头了啊，可不是吗？嗯，这个有年头了、啊。这个我们哥俩在一块搭档的这个机会啊。也是比较少见，因为什么呢？都各自有各自的搭档。没错，我那个搭档呢就没参加这个节目。对，你那个搭档参加这个节目，嗯，为什么不用你呢？嗨，我不是还没提到副总的这个职位上吗？看来做一个舔狗是多么的重要啊！其实我们哥们儿私下关系都很好，哎，关系不错。别看我们哥俩没怎么搭档，嗯，但是呢，我们这个节目依旧啊，还非常的默契，啊，主要我们有私交。哎，对了，我们私下关系很好，哎，好朋友、好兄弟，亲密无间。对，能达到什么程度啊？啊，无话不说。对，哥们在一块儿，其实啊，我们哥俩呀，那没得说呀。没得说就是没得聊，是吗？不是，就是关系没得说。哎，得这么着。哎，因为什么呢？我觉着好朋友之间在一起啊，就是得敞开心扉。没错，聊点跟外人不爱说的，说不出口的，嗯，或者有心里边有什么别扭的呀，不愿意跟别人说，就愿意跟他说。我也愿意跟您聊啊，可不吗？嗯，每个人心目当中都心里边都得有点什么禁忌，不愿意被人提及的。这时候让好兄弟、好哥哥排忧解难，哦，是吗？当然了，我也有啊。您有吗？不愿意提及的东西太多了啊！不是，我觉得上这都还好吧？不是，也有。你说平常我这人大大咧咧的，嗯，看似大大咧咧的，嗯，但是我这心里边也有
也有小公举的那么一面。我觉得您啊，没别的毛病。我后台朋友多，没别的毛病啊，除了不好看，剩下哎，怎么说？哟，这是急了啊，不跟你好了。怎么还急？废话，哪儿的事儿啊？怎么还急？拜。咱别一到南京，咱就学人家南京的节目，行不行？急，拜。不是，您这是这个词儿是您的扎心，禁忌词。扎心，不爱听这个不好看。哎呀，不爱听。啊，好看不？哎，好看。我倒不是说我觉得我有多好看，您好，哎，我是觉得别一上来人家就特别武断的说，哎，不好看，哪儿就不好看了？评价一个人好看不好的标准就光看颜值吗？完了，你们是太在于表面的人了。是啊，再说这东西它也分跟谁比。那您跟谁比呀？对不对？好了，你说跟人家秦霄贤，咱肯定不好看了。那您想，我要跟岳云鹏比，啊，谁说还不好看来着？谁说的？谁说的？那眼睛该配个花镜了，我跟您说吧。好几个人，还没说齐，啊？不是，什么叫没说齐呀？您跟岳哥呀，他是活在 P 图的世界当中，岳云鹏老把自己想象成吴彦祖，那管什么用啊？嗯，对不对？不行。对不对？都有不愿意听的事儿。嗯，这就心里边的禁忌得跟谁聊啊？兄弟之间，对，互相的宽慰。嗯，再说俩人怎么叫好啊？嗯，外边人说不出来的话，跟谁能说呀？谁呀？跟我兄弟能说。兄弟之间没有秘密。当然了，我兄弟有什么哎心里解不开的谜了？嗯，找谁呀？找我来。对，当然说实话，我们哥俩这小孩不也这样吗？小孩，我有一小秘密，我要告诉你，咱俩是好朋友了。这小孩吗？这不是小公举，这小傻子，这是小孩吗？啊，我跟你分享一个，是，你也得跟我分享一个，交换秘密。哎，外人我不说这事儿，当然你不是外人，跟我亲兄弟一样，我愿意说，我就有一秘密，什么事儿啊？我呀，植发。是吧？您对植发打十岁就开始植，哎，一年植一回，一五，就那黑衣服那个戴墨镜那大哥，回头我把电话给你，走一个，哎，到时候哎，你到我那儿办卡便宜，你提我，你别走，哎，落了，我给你打一八折，又一个，俩，仨。出去吧，有头发的怎么也跑了呢？哎，卖毛囊也行，收毛囊的也可以啊。我们这收毛囊是8块钱一个，好不好？那个，您看您这毛囊挺富裕的，可以到那儿收一下毛囊，啊。哎，这个，哎，这怎么也站起来了啊？都愿意，这看来是做黑衣人不挣钱呀，还是卖毛囊挣得多？我跟你说啊，好家伙，太成功了，给一气走好几个。到那提饼，哎，又去一位，好，得，这都算行了啊，哎，两仨了，行，好，这又来一个，啊，真是我跟还是他会上我不骗着，嗯，我10岁就开始植发，哟，啊，这后边这都是假的，开始啊都是用自己的，往上边植，嗯，后来这都没了，我就身上什么大腿毛啊，啊，胸毛啊都没了，啊。打着窝的毛，你有一阵儿，你看我这头发直打卷儿，没办法。哎呀，又走一个，这行，这个秘密啊，这植完这就是自来卷啊，那可不，真的就省着烫头了。你看那哥们那头就有可能是打着窝直的，我跟你说，就这，哎，走这俩，仨，实在不受这罪了，崩的。为什么这事儿我轻易我这秘密我不愿意往外说，嗯，我就怕我说完之后啊，跟那朋友一聊完，人家以为啊我要偷的毛囊呢，你知道吧？我不敢说。小饼很成功。对，轻易我也不说这事儿，嗯，我就敢跟你说。我也不富裕，我也不富裕。确实，这算秘密了吧？我看您薅我头发。哎，去
兄弟，我没拿你当外人吧？是是，对不对？这好朋友。您既然说这那么一个秘密，哎，可不，我要跟您说一个秘密。嗯，我这个搭档啊，孟鹤堂。那他的我不听，我不听。你说人家的干什么呀？说这叫串闲话，知道吗？他不是没有眉毛吗？啊，对，没眼眉，对他没眼眉，没眼眉啊。其实他之前啊，跟您一样，也长过眉毛。多新鲜呀，谁也不是冬瓜呀出来，对不对？也长过眉毛，多新鲜呀。其实有一回啊，在宿舍的时候，趁他睡觉，把脱毛膏啊戳他眉毛。你损不损？打那天开始就不长了。你说他那点眉毛给我之后脑勺这多好，这就浪费东西。其实你说那个呀，咱实话实说，你这有点缺德。不是缺德，恶作剧。你那算你小玩笑，现在人家借助这个纹眉的手段，人家给纹上了啊！哎，看着也看不出来，比那还省事省着画了，对不对？是，哎，当然我确实我有秘密，德云社我待这么长时间了，秘密多。哦，是吗？我们德云社有一个于谦老师，嗯啊，在德云社犯下一个重大的舞台事故，哦，喝多了上台，演一分合弯，导致我师傅台上很尴尬。啊！大家伙儿，这各个平台呀、啊，都传为佳话。就演出之前喝酒了、啊，对，然后导致我一个人在舞台上说了一个90分钟的打灯谜，把我会的秘语都说出来了，又饶了几个加减法，哎，才算结束。不，这不叫秘密，大伙儿都知道、啊。哎，这不叫秘密啊？什么叫秘密？谁跟于老师喝的酒？谁把于老师灌多的？这是秘密。谁呀？我爸爸。我爸给他灌多的，就为了让我多在台上展示展示。哦，你这么个，我要说这个，我这不就给开除了吗？这不就？哦，这不能。哎，你提于老师，我想起来了啊，我跟于老师啊还有点小秘密。你们有什么秘密啊？你不知道，我跟于老师啊，在一个地儿烫的头。这叫什么秘密？这叫凑巧，这不叫秘密。你听我说呀啊，我们俩呀啊，用的一个卷发棒。您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那太正常了呀。您听我往下说。你倒说呀，你照，哎呀，我们俩呀啊，一个理发师。哎呀喂，你别这马上来了，快一点、啊、这理发师啊啊，收集我们俩毛发以后去鉴定，结果我们俩都在你那儿植过发。天哥那肯定是因为表演的好啊，烧饼的在台上的表演，他一直以这个火爆著称，在舞台上的风格。但是他之所以火爆，就是因为他的代入感强。之所以代入感强，就是因为他表演真诚。嗯，他说什么都是真的，观众听着都是真的。就跟有些人说什么的真事儿，他都能观众听着都能是假的，那是一样的。那也不容易。那也不容易。他是特别真诚，说什么都像是真的，什么事儿都像是自个儿亲身经历过、自个儿亲身身边发生的事儿似的。所以他这点东西，他特别特别好。行了，这票他没糟践。嗯。倒霉孩子。下面请您欣赏相声《三人转》，表演者张鹤伦、杨九郎、尚九锡。来，现场热起来！手呢？手呢？不是这么严肃吗？啊，咱们鼓掌，说你呢？追上的怎么来这儿了？还挺严肃啊，手都被没收了，就那么几个。我注意一下这个范围。哥，咱是欠人多钱啊？傻菜儿喝了，还这样？哎，还打个哈欠，你听我戏呀、啊、你，戏精吧你？露出你的小白牙好不好？哦，他们都是大黄牙。今天呢，我们仨给大伙表演一段。别开生面，来。我们呢，可能大伙都不太认识啊。嗯，简单的先介绍一下。您说，我叫张鹤伦。哎，啊，还吃咸了呢，今天啊。旁边呢，这位呢，这是尚九锡。哎，九锡。哎，
大家好，大家好，哎，今天这个掌声也是异常的热烈哦。啊，虽然说把这边刨掉啊。为什么这么热烈呢？什么原因啊？我觉得是因为啊，啊旁边站的这位啊，叫杨九郎。哎，今儿这演出啊，对我来说确实是意义非凡。简单总结呢，有那么三个头一回。这个、哪三个呀？头一个头一回啊，嗯，是我今年啊头一回说相声，这算刚开箱。啊，各位，对于他刚开箱可是对对对。第二回呢？第二个头一回啊，我头一回参与咱们这个团综的录制，头一回。哦、对啊，第三个头一回呢，是我头一回啊，跟两个二人转演员一起说相声。来、嗯，我这个心里啊，哎呀，走，你来 ，shut up， 不要再往下说了。怎么还有翻译？知道吗？嗯。让你多说点啊，刚才这几句小话啊，直接就刺穿了我的小心脏，搭桥都给我干碎了，支架都崩出去了。什么叫我们这二人转演员呢？不是哥，您这话说的太过分了。刚开始你说上来咱一起说相声，你也是一年好不容易来回演出，对不对？穿着大褂，这是德云社的剧场，咱不是说相声的吗？是啊，对不对呀？是，昨天晚上陪你喝酒没喝尽兴。那后来不是藏海找我去了吗？你对不对呀、啊？那是怪我的事儿吗？没喝尽兴那事儿，后来不是你自己也喝不了？那我后来一看碗里那都养鱼了，你对不对？你说就我这跟你聊天这种谈吐，跟你们各位朋友就方方面面，你们看看出有一丁点二人转演员的气质了吗？一丁点我都没有啊！我们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天赋啊！对不对？还天赋啊？还对呀、啊！您就说您改不了口音不就完了吗？尚九锡，我告诉你啊，我一直就怀疑，不是你是怎么混进德云社的呀？你是，啊？你看着我，你把眼睛睁开，看着我来，你看得见我吗？你看得见我吗？你瞧你这目中无人那样，我这不是目中无人，我是人中无目，就是没长眼睛。我让你说话了吗？你站好了，我站挺好。你说咱聊聊天、嗯、怎么我们就成二人转演员了？您就是尤其不爱听刚才那句话。嗯，什么？你们俩就刚才说我们俩是什么？二人转演员呀、啊！哎，这么着，今天啊也别让大伙儿瞧笑话，来了德云社啊，张口伦来了十四年了，咱展现展现咱的普通话不就完了吗？哎呀哎呀，哥，咱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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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要提当年了，咱现在这口音就够重的了，咱这。别你别丢人了，好不好？你拿这话逼我哥是不是？刚才一说我们俩都是混进来的，你说张鹤伦混进来的，对，这事儿我不管。哎，你多仗义！这边的搭桥都碎了，我不管，对不对？他考那么多回没考上，那是他不行。那我考试那会儿也是经过了重重的把关呢。好家伙，对不对？大伙儿啊，有的也网上瞧过我们那个面试的视频哦，有看过的。现场都是当时啊，就是我们师傅边上一众的大腕儿，嗯，都是各种的考官，都是评审。正当中坐的我师傅郭德纲，对，边上于谦，这都是 C 位。进去之后就那个氛围，你说谁不紧张啊？搁谁都紧张。我那会儿，咱也不是演员，也不是艺人，嗯，我是一个素人呐，学员都不是，对不对？往那一站，颤颤巍巍的，哎呦。这都是活的，都是明星。废话，今天都看见了。嗯，哦，各位老师好，也激动。我来报考德云社。嗯，师傅一看这简历啊，你就是尚九锡啊？啊，小伙子，准备点什么呀？啊会点什么呀？摘一个，对，摘一个我们尝尝，展示展示吧。啊、来一个，我说郭老师，我准备了才艺。嗯。我会模仿很多的艺人哦。我说我能模仿刘能和赵四儿，还是离不开二人转。我给你简单的模仿一个他们俩打电话的小桥段哦。打电话的桥段，赵四儿大伙儿都看过吧？乡村爱情那个来了啊，电话。喂，一呵，呀，喂，老四，我打个电话，我就想问老四，嗨，另起一行吧。我就想打个电话问你。问什么呀？就我们家的电
电话费咋咋咋咋咋？喂，老四，我都烦了。就我们家的电话费咋这么贵呢，老四？终于说出来了。哎呀，老四能挺住还真有耐心。就贵赵四这边得接电话呀。对呀、啊，这边亲家人发问了，赵四拿过电话来啊，回话啊，找找那个状态啊。哎呀，哟，那什么，那么亲家，还是前接吧。亲家，那么，不是我说你亲家，就你天天拿着电话，就你天天就你这么打吧，电话费能么不贵？跪在俩人身上了，你看没有？当时我就给师傅模仿完了。哦，师傅看完了，叹为观止。是吗？哎呀，这个孩子天赋异禀，喜欢你，模仿界的奇才。哦，我同意了，把你留下，唱二人转去吧。对，不唱二人转都糟践了。各位，您说是我错怪他们了吗？你，二人转的交换生，你，二人转的博士生。我学历倒比他高点。你们俩来德云社都是多余，就直接就二人转去。你先走，你这二一个走。我听这话我就扎心，你知道吧？怎么又扎心了？不是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啊，不怪啊。有些时候大伙对于我们这二位有一定的误解哦，都知道我们两个人多才多艺，啊、是对不对？我们平时是展现了一部分二人转的东西，但不是我们所有的标签撕掉了，我们还是很优秀的。你看，相声演员吗？对不对？张鹤伦。对吧，会的特别的多。如果这么着咱也别二人转了啊，展示点其他的方面。哎对，拿出来的行吗？展示点别的呀。来一个啊，来一回都愿意听。这么着，哎，我喜欢唱，跟你唱一个。好，唱一个北京小曲儿，你都没听过。好嘞。哎呦，北京小曲儿我没听过。听着吧。啊，桃叶尖上尖呐、怎么样？柳叶儿遮满了天哪、不错吧？再起为这个名啊公啊，好不好？细听我来言哪、没听过吧？我是没听过，我没听过探清水河自个儿带弹幕的这玩意儿，飘弹幕。你贫不贫呢、啊、你？咱这有点好啊。这我能没听过吗？这你听过？探清水河呀、哎，我都快听吐了，知道吗？我，那这有什么不会的？这都不是你会这个？大伙儿都会，都熟悉啊。后面那词儿啊，日思夜想的辫儿哥哥来到我的门前。哎呦，哎呦妈呀！不要，哎呦好不要啊！吓我一激灵，嗨、哎，干嘛你烫着了？不一样了不是？我们这能跟你们一样吗？你那怎么唱？我们后面是日思夜想的谢广坤来到象牙山。对，这玩意儿多讨厌呢、啊！这玩意儿不是那种，这不一样啊！对，这能不一样？东北版的。行了，我说你们展示啊，我倒是不拦着。我再重申一遍啊，你展示点那个离山海关远一点的，好不好？好不好？这不离家乡近点不亲切吗？要是不会啊，咱就散了，好不好？你们就，哦，就是，哦，这现在是南京啊。这个家乡的感叹词太多了，屋里贵贵，屋里宝宝，哎呦，就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刚才那些才艺，离老家太近了，是吗？啊，对呀、啊。那行那行，咱往远了啊，展示展示。咱我疯了，我都不在国内了啊。对，给他来国外。你是不是也没好？对对对，咱疯了啊！咱现在就嫌近嘛，来回远的，欧美流行音乐、外国歌，知道吗？有。想给大伙儿简单的唱上一首英文歌曲《西游我跟》，好吧？你先等一会儿，《西游我跟》。这么着吧，给你翻译过来，翻译过来中文叫再瞅一回。哎哎，那叫 see you again。 秀秀根，你什么玩意儿？这是我什么玩意儿？不能怪我啊，我英语老师也是东北人，对不对？小时候教我山穷水复疑无路，妹个后边不加兔吗？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都是东北老师吗？对呀，你别讲那些口音。 A D 呀 ，E F G 呀 ，H I J K L M。行了行了行了，我都快疯了，我都快疯。你这 feel good， 你这边不好听，咱就翻译过来，翻译过来就是再瞅一回。对，这不还是东北话吗？来吧，来展示，正经来，大伙唱一回，吸我根啊。好。好好听，我肯定我欣赏欣赏。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I will tell you all abou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你们要拍不起就别拍，这拍的这个掌声我都听了黏唰的都。你俩商量商量吧，嗯。All I tell you about when I see you again. 不错。When I see you again. 好，好。这么着吧，哎，好好给你来一回。哦，正经的，咱们好好给大伙儿唱回歌。有对，有好的没有？今天这歌也不是给你唱的啊，是给我的老恩师郭德纲先生唱。嚯，这首歌送给我们的老恩师，还有礼物。对，这是来。来自啊，我们东北的一份孝心。对，音响师，准备，我们俩清唱。对，废话，清唱你 Q 人家干。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一生要强的师父啊，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我们祝你健康可爱萌萌哒。群活就这么回事儿。对，这仨人都有话说，能上来能下去就叫行，没有什么值得褒贬的啊。二人转也是用中国语言所说的一些笑话包袱嘛，只不过是方言的问题，其实其他的从技术层面没有区别。来来来，都站好了，站好了，谢谢啊，谢谢。那个，我很久没有站在南京德云社的舞台上了，非常的亲切。是啊，这个南京德云社呢，是我们的第一个分社，2013年正式在这儿接盘营业的。这一眨眼，7年过来了啊，多快呀！离不开所有的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嗯，我们先大伙儿鞠躬，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好吗？好，谢谢各位。可能有的朋友纳闷儿，为什么于老师要戴一个墨镜上场？哎，水有源，树有根。嗯，你们看这边有30个戴墨镜的人。哎，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嗯，所以他们呢有一个负责人，就是于老师。我代表黑衣人形象。第六，于老师就是他们的图腾和。演员的脸，拿着大棒子打孩子们的头啊，所以说我们很同情他们啊。那么今天呢，他们又一次圆满地完成任务，是在现场该乐乐，不该乐的不乐。他们只要一笑就得站起来，就得出去，因为什么呢？加分了就。对啊，但是也真有几个啊，就没乐，我把他扔水里了。要不然他看着你咬直咬牙呢，是吧？啊，来是，好吧，好吧，我们也谢谢这30位黑衣人，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啊，谢谢。可以乐了，现在没事了，可以了，可以了。哎呀，真听话，说了就乐啊，不会了，已经不会了啊。行了，这一期呢，我们也把节目说完了，哎，待会儿就等着看看分数如何了。对，再一次谢谢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辛苦了各位，谢谢，谢谢。各位辛苦了啊，辛苦辛苦，这一场又演完了啊，现在到了揭晓总分的时候了。嗯，来，在高小贝、刘晓婷那儿，就是你们刚才得分的大黑板啊，打开黑板，我们来看一看分数。我这个眼神啊不太好，我有点散光，那个你们告诉我黑板在哪儿了？嗨，连黑板都找不着。那个谁眼神好啊，帮我看一下吧。我看得见。方便看人家哈啊，这回打分是一对一对打的，对对啊，按照正字划分啊，这个输赢。现在不是演员单个行为了啊，对，是一场了。嗯，头一个呢，孟鹤堂、栾云平啊，五票，哎呦，很厉害，一个正字很厉害。啊、嗯，第二个，烧饼周九良，嗯，3个正字，15票，是不是你自个儿写的啊？那周九良底下一道算不算？16票，哎，对，16票，那很厉害，16票。嗯、然后杨九郎，张鹤伦、尚九熙7票，王九龙、秦霄贤5票，太好了啊！
这是现场的黑衣人们啊，大伙给你们打的票。来看一看这个板子上我跟你谦大爷的，来，好，谦大爷给栾云平一票，给烧饼一票，解释一下为什么呀？这个我给的是正票，我给的是正票，谢谢加分的。嗯，首先栾云平还是那个，就是刚才我跟郭老师在台下说这个，会说了就怎么都对了，怎么说什么都对了。我的爱徒啊，啊，谢谢。别看最后那底，我加的实际上就是那底。好。啊，是一大洋道儿一秧子，但是呢，直工直令的，啊，认认真真的把这个秧子的事儿完成了，就觉得比较高级。对这个事儿，对，一切都在这个剧情和人物当中。对，这就是我跟喜剧节目里边老说的，什么叫喜剧？就是认认真真的胡闹。他有的人是啊，这正经胡闹不行，啊，胡闹也是编出来的啊，发自肺腑的，按部就班的来才叫好胡闹呢啊。小烧饼这一横是怎么回事？烧饼呢？我觉得，烧饼台上的风格就是火爆。这个人物，这个，让观众带入情绪，带入的特别快。这一切的一切原因，我觉得都是由于烧饼的表演，特别真诚。特别真诚。他说什么，你都觉得这事儿是真的。是。他就愿意随着你的情绪进入你的剧情当中。是的啊，我觉得挺好。好，在表演方面给的这份儿，谢谢黑衣人的领袖啊，黑衣人的图腾啊。好的啊，来看看我那块儿，我这边就是给烧饼啊减了一分。哎，为什么给烧饼减一分呢？表演技巧没问题，节目编创没问题，只不过从内涵格调上不那么高雅，记住了吗？记住了。以后逢这个事儿要多想一想啊。好，这个加上于老师的分儿，减去我给他的分儿，那么最后的结果也就出来了。我们今天是按照一场一场的来评论的啊，我们从后往前，今天的结果是这样的。我们并列第四的孟鹤堂、王九龙、秦霄贤，这是五票啊。然后并列第三，没有并列第四，就是第三的，第三是栾云平啊，终于不是垫底了，我的爱徒啊，每次都是老二，这是一好角啊。并列第二的是张鹤伦、杨九郎、尚九锡，七票。谢师傅。并列第一的那就是烧饼、周九良，16票。谢谢。哦，厉害哟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古法养生一起浪。由古法养生潮牌古力多冠名的德云逗笑社，快拿一瓶来喝吧！太好了，你拿过来。谢谢各位。来看看，烧饼我喝了啊。哎呀，喝会喝。对了，大量喝，还别逗他，别逗他，好喝吗？啊，都冒了毫了哈。这个今天这一期里边呢，每个人都提了一个词儿，有的说这个词儿呢很扎心，有的人说这个词儿对你们都很重要。其实每个人心里有一个，这也不假。但是干咱们这行干时间长了呢，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置之度外。你不能因为这一个词儿，你就要如何如何怎样怎样，就大可不必了。干这行呢，心要不宽，你根本就干不好。所以说呢，不光说相声，平时为人处事也是如此。希望大伙儿心宽一点，心宽似海，仁者无敌。好，谢师傅。这个相声尚未成功，同志们仍需努力。希望大家好好说相声，咱们为下一期努力，好不好？好，辛苦各位喽。谢谢。长江后浪推前浪，古法养生一起浪。本节目由古法养生潮牌古力多大气冠名播出。有枸杞更好一点，听相声更乐一点。感谢有枸杞更好一点的湘潭铺子枸杞槟榔联合赞助播出。答应我，9月19日一定要来蘑菇街。主播调好上新款工厂职工更划算，乐在有度，乐见更好。本节目由1亿用户的信赖之选分期乐 APP 行业赞助播出。人文科技豪华 SUV 沃尔沃 XC60 一路守护安全出行。燕京优巴小度酒大滋味。本节目由好喝不上头的燕京优巴畅快助兴。这边啊是九子笑霸解心魔，那边呢是五家有女百家求。列位，咱们下一期啊，德云逗笑社将迎来头一位重量级的女嘉宾，她就是德云社的大小姐，姓郭，名铁锤。今天外边来了很多人，郭家有女出长城，铁锤金来觅贤婿。那你告诉我，你喜欢大小姐什么呀？
也该成家了，24了。我喜欢他的身材。豆腐，出去。哎，更喜欢是岳父，其实说实话啊，他是看上我了。要想亲上加亲，抱得美人归，必须得过五关斩六将。哇，身姿好妙曼。我女朋友生病了，给你发微信，我有点不舒服。这不能为人，有空给你揉揉，多喝热水。再给我一个机会，我能正着走。你要踏踏实实的去做船夫。哎，船夫。哎，里边有三间房，抱着自己的孩子给人哄睡了。或顺利，或艰难，攻克重重考验，便是带着礼物，带着诚意，探一探那大小姐的心意。我就五块钱。这是我花重金买的一个口红，不是死亡芭比粉吗？啊，哦，您在我心目当中就像玻璃袋一样透明。你喜欢我吗？喜欢。哎呦，扔一什么东西？不过这郭姐掌上铁锤要择婿，嘴上功夫高超才是硬道理。您瞧。妙龄小姐无关人，德云社里她才俊多呀，那么谁能成为郭府的入幕之宾呢？德云逗笑社每周四晚八点会员抢先看，周五晚八点非会员免费看，周五晚八点会员节目逗笑社相声全记录，周六中午12点德云下班后不定期放送，周日中午12点德云限定营业中惊喜奉献，周一至周三还有说学逗唱的哥哥们不定期空降直播。大家好，我是孟鹤堂，感谢微博的朋友们在德云逗笑社逗笑能量榜上为我助力。今天我给大家表演的节目是都不如你的温柔。我在想该如何才能让你更加欢乐，你让我目眩神明，亲爱的，你的头发和手指缠着，说为什么害我，害得我非你不可。真正有勇气的不是拿起了什么，而是放得下诱惑。昔日我的灵魂曾苍老的活着，遇见你他风华正茂了。谢谢。上微博带德云逗笑社话题词发博，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搜索德云逗笑社话题页，观看更多精彩小视频，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登录哔哩哔哩，和说学逗唱的哥哥一起收获快乐。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台网、微博相声曲艺、新浪娱乐、哔哩哔哩、网易娱乐、凤凰娱乐、界面新闻、环球网娱乐、千楼网娱乐、中华网娱乐、北方网娱乐、智娱、成果娱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玩战争策略手游就来乱世王者，登录极速100连抽，看更多老爷们的趣味事儿。腾讯视频搜深井烧鹅走一波，上腾讯微视搜德云逗笑社，跟说学逗唱的哥哥们开启逗乐之旅，用中华万能力 APP 记录快乐好日子。
畅听德云逗笑社新潮流、新笑料、新相声，花式现挂等你来。给汉哥也看羞涩，演员很容易带入自己，你知道吗？我感觉现在汉哥带入的不是这个男生，我觉得现在汉哥带入的是这个女生。进去了，搭一下，拿毯子、啊。谢谢。别吧，这么明显。哇，是抹茶蛋糕。你喜欢吃蛋糕吗？我喜欢抹茶。抹茶。嗯。这是一个偶像剧里面很好的人设，就对喜欢的那个一个人暖，加上我看不见，是不是汉哥？你说的这个人设是10年前的。哎。